責任，你亦都係要負上有關嘅刑責。所以我勸喻你而家離開，立牌立馬，再睇睇翻自己手機加入咗群組，嚟緊呢五年，你係咪真係想同呢啲人失去聯絡？如果你坐監嘅話，你唔可以再聯繫呢啲人。如果非法集結你出嚟嘅時候係五年後，如果你有進行過刑事毀壞，會係十年後加埋十五年。再如果參與過暴動25年後，你數數25年失去咗幾多個？今年係2019年，我哋數翻25年前啦，等於1994年，當時我話 4G、5G、3G 都未有，互聯網亦都未流行。25年後係個咩世界？你就係願意為咗今晚嘅一個強出頭而失去嚟緊25年嘅今日嗎？我問下你，我問下你。至於坐喺平台嘅朋友們，嗱，我哋都好擔心你安全，因為你坐喺呢個位咧，好似唔係好安全咁。我都希望你能夠咧落翻嚟坐喺一個安全嘅位置，更加理想嘅話咧，就翻返落嚟，因為我哋都擔心你安全。而喺馬鞍山路集結嘅一班朋友，我想再勸喻你哋立即離開。立即離開係最佳嘅選擇啦，因為喺咧各區咧今天示威同埋暴動嘅人士咧，有過百位已經係拘捕，過百位被捕。你想唔想你係下一位？你想唔想係你下一位？可能你會覺得呢度咁多人冇事嘅，但係每晚都係嘅。當有防暴警察嚟到嘅時候咧，大家就紛紛咁樣逃跑，亦都有啲咧係不幸地跑得慢啲，或者電梯，或者爭先恐後。當大家跑嗰陣，你估隔離個人士仲會唔會記得你？佢都係想快啲跑得甩嘅。喺呢個時候，你諗諗，你係咪跑得好快嗰個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勸你而家離開。25年嘅監禁，25年嘅監禁。